惊蛰是24节气中的第三个节气，此时节数九寒天已结束，我们进入了春暖花开、万物复苏的仲春时节。惊蛰对于农耕文化有着重要的意义，此时全国的春耕正由南向北自此开始。就航司而言，春雷滚滚的惊蛰对航班运行可能会造成一定的影响。东东会根据气象情报分析雷雨性质、发展趋势、移动方向和速度，选择好绕飞雷雨区的航线和备降机场，同时也会对飞机的气象雷达进行维修与检查，保证设备能够正常运行。如在飞行中突遇雷雨，请大家不要慌张。机组会根据雷雨的特性制定相应的飞行方案，确保旅客安全到达目的地。春雷响，万物长，风雨之后皆为彩虹。